台南柳营因为农民大量来种高丽菜，供需无平衡，影响着计上。因厝边进东台南市东部甲台南市政府是发起着零杠五千粒的高丽菜，而且搁来关进口绿色团体，发起用行动来停菜农，邀请团体搁有企业做伙下当家来零杠高丽菜。六百块高丽菜因为生产，所以价钱产生崩盘。因此，民进党台南市东部以一粒十块价钱零五五千粒，并捐予社会团体。市长王伟泰嘛呼吁农民，未来若是拄到生产期，千万唔通用免费送菜的方式，安尼才会当避免影响青菜价钱。前阵子农民就大规模种植这个高丽菜，或者说其他相关的蔬菜，所以造成供需之间有一点失调。那谢谢市场部他们哈、哦，能够采购。那因为我们看到一颗高丽菜哈、哦，这个其实在农民这边贩售已经到10块钱。那如果说价格太低，会影响整个蔬菜的行情，所以现在把它采购起来，直接给一些社福团体，哦，那避免流入市内好、哦、市场里面，影响到整体的蔬菜价格。这个是暂时的一个方式。本身是柳营人的民进党台南市东部主任委员潘新传表示，伊希望借着总部这个平台，用行动支持农民，和农民的心得有所回报。因为我本身柳营人嘛，吼，啊，讲啊，恁柳营迄落高丽菜吼，讲盛产啦，吼，啊，是毋是讲透过讲东部这个平台吼，来。甲算讲，我来算东部先采购一下，啊，然后因为阮选举吼，熟悉足侪百工百业嘛，啊，透过阮这个平台吼，啊，做一个抛砖引玉的工作，啊，透过媒体吼，来互大家了解讲，第，即个像说天气遮寒，啊，农民安尼开遐济吼的成本吼，啊，结果收起来唔正钱吼，啊，得搁话当时啊。迄落作废气，倒不如讲透过东部这个平台，第一，阮来采收港，我当然收的钱收是无足济啦，啊，问题是讲，互大家社会大众了解讲农民的辛苦。民进党能够遮的高丽菜，唔来解决生产的问题，嘛帮助社会团体为因加菜，嘛欢迎企业做伙能够帮助农民渡过难关。记者周慧郭博义柳营区采访报道。